上不得不分，愿闻云雾三分，天下定知情中可以闻吗？秋风烈马，江南春雨杏花，千古江山如诗如画，还我一个太平天下。塞北秋风烈马，江南春雨杏花，千古江山如诗如画，还我一个太平天下。来人呢？在，去城里看看是否还有曹军。诺。撤撤撤撤！咦，禀报大都督，城内空无一人，一个敌军都没有了。进城。这太静了，静得不像是真的。李梦，我们已经中了敌方的埋伏，你们别慌，慢慢退出去，慢慢退，千万不能乱。快冲！
都督中箭了！大都督，程母，赶快扶大都督上马！你护着大都督回营，这里交给我了。走，快走！这等毒箭，伤口极难愈合，百日之内，大都督定要安心静养，不可动怒。若是怒气冲击，伤口迸发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哎，德牟将军，大都督，近臣我军折了多少人马？哎，没有多少。不要瞒着我，到底是多少？大概有5000人马。大都督，你不可动怒啊，伤口又出血了。又亡了5000。要不咱们暂且先退兵，回复吴侯，再做理会。我军已经折损了那么多兵马，若不拿下南郡，如何回去面对江东父老？又如何向主公交代？再说了，我与诸葛亮有约在先，我若取不下南郡的时候，他便要来取了，岂能让他取笑于我？可都督，你毕竟是身负重伤啊，就怕什么动静？没有。是曹军在外头骂朕吗？是不是？他好像在喊：“牛金，活捉我周某人！”一个莽汉也想活捉我周瑜，他以为他是谁呀？大都督，你不能再动怒了。伤口又出血了。报！主公，军师，南军消息到了，曹仁设计诈败，将吴军诱入南郡城中，在瓮城将周瑜射伤，吴军大败，紧闭营门不出。曹军正日益在吴军大寨门前讨敌骂阵。这曹仁果然是智勇双全的上将啊，连周瑜都打败了。周瑜伤势如何？探子传回消息说，伤势极重，已经卧床不起了。如此看来，东吴这次取南郡是无功而返喽。孔明，那我们现在该进军吗？主公啊，我看我们还是再等几日为好。
我太明白周瑜了，他只要还剩一口气，就断然不会服输的。军中正在操练士卒，骗我作甚？寨外那些曹兵早就叫骂半天了，我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你们这些战将就这么任敌军嚣张吗？公瑾，我这也是出于无奈啊。曹仁刚挫我兵锋，此时气焰正盛，我们准备暂时避其锋芒，等你的伤势好些再说。都督，都督，慢点，都督，都督，岂可为我一人废国家大事？拿我战甲来。都督，你的伤势未好，千万不可接战呐。大丈夫既失军路，就该死于战场，以马革裹尸还。这点伤不算什么。啊，都督，都督，你不能去啊！不能去啊，都督。走，什么？跟我杀出营门。都督，都督，带周瑜鲁子，听着。你不是想娶我的南郡吗？为什么像乌龟一样趴着不动呢？你在孵蛋呢？